今天要介绍的呢，又是一款 PS4 上非常受玩家们欢迎，而且呢确定会中文化的游戏 Bloodborne。 据说啊，它的 BOSS 战可是很难很难，一不小心你就会被爆局啦。玩家们是不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？那就赶快来看看吧。由 SCE Japan 推出的 PS4 独占游戏 Bloodborne 是款手模风格的 ARPG 游戏，在日前也释出最新的游玩画面。影片中除了公开了更多手画的魔物外，也可以看到有合作讨伐的模式，让玩家一起进行战斗。本作是由 Demon's Souls 制作团队 From Software 一手打造，据悉很有可能是一款操作难度颇高的游戏，在面对巨大的 BOSS 时，恐怕就是一不小心就 GG 的感觉。想挑战的玩家们，游戏预计将在明年2月推出繁体中文版，一起期待一下吧。